好烦，又被自己的美貌警醒了。凌晨4:30，我要把我的美照放进朋友圈，让你们早上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评判一个包子好不好吃，唯一的标准就是我是否在那家店出现过。老板说，起来的越早，儿子结婚的事就能越早。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可以靠魅力找到对象。两笼包子，谢谢。家人可以慢慢来，包子要趁热吃。喜欢他，就要接受他的不完美。就像遮眉露馅的包子，不经意间的残缺反而更能让人看到他的内心，柔软细腻踏实。你值得拥有更多的调料。而对比深夜的酒，我更喜欢清晨的粥。酒是苦的，粥是甜的，生活都是自己选的。趁天色没亮，人心还没有露馅之前，去会一会熟悉的陌生人。嘿，这一份是给你的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好烦。每次出门前都要纠结于两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好看，和今天该背哪个包。最阴雾霾蓝底色代表着低调和沉稳，条纹的撞色设计又不会显得沉闷，无论是肩背、手提还是斜挎都十分方便。当然工艺考究的街拍 look 款也是必不可少，极简的红白蓝三色混搭，高贵的英伦气质招之即来。至于这个永不过时的 Burberry 同款经典骑士格纹包，皮革材质更是不分性别与年龄的百搭款，不到重要场合绝不派它出场。最后一款热烈奔放的胭脂红，光是大胆的配色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就让人过目不忘。出席今天这样的重要场合，超大的容量是我的首要考虑因素。阿姨，两根葱。包是背给别人看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作为顶尖平面设计师，我从不轻易出手。小飞，帮我设计个 logo， 随便搞一下就可以。随便？你可以侮辱我的美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能力。设计第一步，先开机，纯白色打底，保证 logo 有足够的呼吸空间。字体的选择也是十分考究，必须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宋体，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展现了大气辽阔的东方魅力。LOGO， 你是不是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一个 logo？ 对，这就是设计的力量。而色彩的搭配决定了 logo 的档次，这种红橙黄绿青蓝紫一起上色的方式，完美的解决了色彩选择困难症，非大师级别不敢妄为。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放大一点啊，完美，果然随便弄下就能好呢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暖胃的地方有很多，暖心的地方却就那么几家。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时隔385天07个小时，却让人无比怀念。就是这家餐厅，全手动镀银色圆形餐盘，以45度角向内扩张，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下口都能收放自如。而餐盘所带来的刚硬感，可以随着木质长筷的搭配变得缓和。最让人倍感尊荣的，还是多人同时做陪用餐所带来的贴心体验。不光如此，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体型，营养师也会进行不同的搭配。阿姨稳住别抖，我们可以慢慢来。没想到这么久了，她还是没改掉这个好习惯，我也一样。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我才发现回不去的是青春，能回去的是母校食堂。如果可以，我会努力让自己成为你的骄傲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9号地下通道，我和我的目标客户最常约谈地点，我将进行一场极度考验集中力和爆发力的新项目研发。他放缓的脚步表明他对我的项目有兴趣。为了尽快促成这场商务谈判，我决定拿出每天仅此一张的最怕空气突然变得安静膜，简称空气膜。不是每张膜都能做到0.00毫米，小老妹好眼光，只有在冬日零摄氏度下哈下的气体才能最快软化屏幕表面角质，沿边线将空气膜贴合，这样贴出的膜理应不会产生气泡。但为了达到膜肌合一的最高境界，必须象征性的挤一挤，连我自己都为我认真的模样所着迷。整套买卖过程一气呵成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警察叔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面对市场上日趋奢华高档的体重针，无论是全智能身高体重器还是便携式电子体放针，都不及我身边这台能够近距离观赏且是古法手动操作的科学测试人体健康仪器。根据 BMI 体重指数公式原则，一颗重达 12.95 斤的高贵成年头颅刚刚好，再看它强健而不油腻的手臂，仅有 18.51 斤，只相当于一桶水的重量。32.92 斤的大腿显得壮实有力。至于躯干部分，由于纯手工体重器的空间限制，我只能在心里大约估算一下它的实际重量，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太过高调的散发我过人的计算能力。随心所欲的称重方式能够随时随地控制体重，无论怎么称体重都不过百呢，也只有我能做到如此。 Unbelievable 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